他是怎么来咱家的？我的妈！美国来的过来。哦，他开始从监控有他，然后对，在我们附近开关。嗯，要是他胖胖的，谁道他长得就现在。你俩用手给他抱回来了，引诱到家门口，对，抱起来。原来如此，我都忘了你怎么来的。查宁，明天早上就要去新家了。不对，是中午11点。今晚要好好睡一觉哈，然后跟好朋友们说说心里话。怎么的，我这么坦诚的，这么诚心诚意的来跟你，剪指甲要剪指甲，哈，别冤枉。别冤枉哈。然后，拜拜，查理脸，查理，查理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Later， 你要干什么的？很简单的一件事，被你弄得很复杂，是不是？你明天还要不要去新家？要去啊，要去那就乖一点。做的不对，鸳鸯都骂你了，剪个指甲，对的呀，真贵，还有一个指甲，每个小猫咪去新家都要走这套程序，那这不是好了吗？对不对？这不是好了吗？浓眉大眼的男孩子还要在这里哼哼唧唧，一点都不勇敢，是不是不勇敢？那去新家之前，让我们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大查理，要乖乖的哦。下个月可能就胖成小猪了。好了，去吧。跑得好快，现在我要去为他准备一下行李，什么猫粮、猫砂呀，然后给他妈妈的礼物啊。好了，行李准备好了。耶！你们两个也想去吗？你呀，你再跟他玩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家你跟他最好了，关系是不是？他最喜欢的是你，陪他玩一下，留一点美好的记忆，好吧？妞妞也想去啊，你不可以。等明天早上醒来呢，第一件事就是在航空箱里面喷一些费洛蒙，然后再给他口服一些加巴喷丁。尽量减少旅途中的应激。好了，今晚我们都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一点起来。The next day， 哇，今天天气好好。查理，查理，查理，哎，这小子去哪了？查理，查理。查理，他在这里，他不吭声，怎么不说话？准备出发了呀？查理来，查理，走了，走。拿着，要不要拿个尿尿？快点挠，快点挠，要吃药药。别动，别动，我们吃一个药药。吃点加巴喷丁，这样路上就没有这么不会应急。张姐姐，我咽了。是可以舒缓情绪的信息素，就是费洛蒙。他去闻了一下，然后害羞的跑了，好可爱呀、
嗯，你们肉土比较遥远，所以要放多一点。虽然专车的他们也会帮忙加，但是还是想多放一点，但是多放了就会重啊。这两个好朋友呀，你再陪他一下。嗯，查理，从今天起一定要幸福，当然这段时间也挺幸福的。这三个月之前，谁能想到一只在西湖边上喝龙井的小奶牛，凭借着满级的卖萌本领，成为了呼和浩特的居民。睡够了没有？妈妈要送他出去了。哦，可能是时间了。喂，您好。啊。啊，你已经到了是吧？哎呀，我们准备走了。对，真乖。嗯，查理真乖。好了，尾巴，尾巴还没进去。尾巴，进去就要上个厕所啊，这样还得了？我害怕哈，老师拿一小毯毯盖着，这样就淡定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出发了。哇，好重啊！这里面有水和有那个粮，千万不要洒了，然后中间一定不要打开这个门。水，你加水了？这里水多不多？不多，一点点。怎么了？刹车肯定要容易那个刷了，就这个底部一点点、啊、看到没有？那他要喝水啊，这么热的天、有空调，有空调。你中间一定不要开门哈、千万不要开他的门哈、哪个门？他我不去动他。对，顺便送到航空公司那边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忘了东西。哇，我比较害怕老师在补。啊、哦，没事，他害怕，你不用管他就好了。好，谢谢啦。家里也不过只是少了两只猫，却感觉好像空了好多呀。其实呀，是老师的心空落落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不去。孩子从今天起就是个幸福的小猫啦，碰瓷改变命运，是不是？哦，秧也是，过几天到秧了哈。嗯，对，在这里呢，要感谢所有关注流浪动物的爱心人士们，以及支持我们的粉丝，特别要感谢大查理的妈妈小雨，为他续命15年成功。大查理今后在新家的生活，我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。2 days later， 刚刚收到大查理妈妈发来的信息，说她已经平安抵达呼和浩特啦。刚进家就没有把自己当外猫，太可爱了。果然是个猫得满分的小猫咪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，天呀？嗯嗯。然后我刚刚收到一大堆礼物。外面还有，我去搬，全都是大查理妈妈寄来的信礼物，天哪，我要搬三次才能搬完。还有，移动啊，不许掉下来啊！简直是啦、啊！我的天哪，两大箱，整个桌子全部摆满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客气啦！哦，这些都是草原上的特产，奶条。风干牛肉，这个风干牛肉很贵的，我买过。哇，这么多都是牛肉，然后这里是各种牛肉，卤汁牛肉、风干牛肉、手撕牛肉，然后这里是应该也是牛肉哦，奶酥，三角奶酥，这个也是奶酥，奶贝、风干牛肉、牛肉、牛板筋、牛肉，哎呀，放不下了，都掉了。阿仔，不是你了，不是你了。阿仔还以为今天有收获，然后这里是，酸奶饼，然后这个是好桃酥，啊，都知道我喜欢吃桃酥，哈哈哈，哦，太感谢啦，这么多，我的天哪，
各种口味的，这个也是各种口味的桃酥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这个还是沙棘的，我刚才看到沙棘是西北特有的一个水果。哇，这收获也太多了吧，根本吃不完，吃不完。这里还有，到时候要分给米多、雪雪还有院长他们吃一点，大家一起来感受小猫咪被领养之后的幸福。嗯，这满满的都是大查理妈妈对小猫咪的爱呀。呆呆，把你领养出去算了好不好，可能换得更多呢。你要这包啊，吃不动的小猫咪。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大查理的妈妈，让一只原本流浪的小猫获得了幸福的余生。除了给我寄来的聘礼呢，大查理妈妈还跟我分摊了去到呼和浩特的所有费用，真的是非常感谢她。正是有这么多好心人的支持和关心，李老师才敢放手去救猫。希望所有流浪的生命终将被人温柔以待。大查理在新家的生活，后面我也会跟大家分享的。乐乐别担心，好朋友过得非常的好，他可能现在都忘记你了。那这期幸福满满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猫咪狗狗的朋友记得关注点赞给我们留言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拜拜。等一下，小猫混糖的愿望再一次达成。天呀，天呀不服哈，天呀不服。放心，到时候我会问你妈妈要更多。